是风云是命坎，男儿当自强。坎坷的路漫长，遥感听只看远方。丹心记在戎马上，护卫乾坤在疆场。万水千山险关恶阵，全当游戏一场。红烛沐浴英雄泪，梦在心中盼朝阳尽难绝。爱恨苍天地胸中装，为苍生共担当。此刀鞘说来神也不神，它乃是用上百种细铁石经过千锤百炼打造而成，能在一丈范围之内将所有的铁器尽收囊中，冲力越大吸得越牢啊。原来这么简单啊，那多做几个不就行了吗？以作防备之用。说简单也不简单，这李道夫练成飞刀之后用了10年时间也没有练成此刀鞘，我师父也是如此。那这是何道理啊？此中奥妙，玄武天尊也没有讲到。元帅，大元帅，用膳了。滚！滚！发生何事？我刚刚去叫元帅用膳，他却大发脾气，吓死我了。他心情不好，我们去看看。走吧。我们那个雄心勃勃的元帅就这么垮了。大师，你们是不知道，那是我和我师父一年的心血呀。那是我的支柱。那是你的心血，但不是你的支柱。怎么？你说不是我的支柱？你的支柱是邻国和我们的百万大军，不是你那几把破刀。为了我们能消灭朝廷大军，大家长途跋涉跑到这里，你却为了几把破刀伤心欲绝，不吃不喝。原来那个志向远大、叱咤风云的元帅哪儿去了？要是不在了，我就回道观去了。贫僧也宁愿回雷法寺扫地去。等等，两位大师，两位大师，真是一语点破梦中人啊！给我当头一棒。不错，我的飞刀是没了。
可我依然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将士们都在阵中等着你呢。金光八卦阵说得神乎其神的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众将士，此阵阵势浩大，玄妙莫测。军师，我想明日一早上山请教师父破敌之法，等回来和诸将商议。嗯，甚好，快去快回。被孤陋寡闻，见识尚浅，请高人明示。薛丁山，你妄自尊大，目无仙翁。晚辈无知，不知仙翁是何人。当年在缥缈峰，贫道见过你。我想你已经忘了，贫道和你的师父同列仙班，叔宝同是我的弟子，和你是同门师兄弟。你竟然不看师叔之面，对他穷追猛打，欲置死地，这是为何？啊，原来是李师叔。弟子无礼，请师叔恕罪。但说到叔宝同之事，晚辈不敢苟同。身为大唐子民，就应该安分守己。作为修道之人，本应以万民之乐为本，而叔贼他却逆民心，违天意，挑起祸端，发动战争，置万民于水火之中，自乃道中败类。不杀叔贼，天理难容。你作为他的师父，理应劝他改邪归正，怎可在此与晚辈争强弱？师叔，你实在是黑白不分，天命不时，这样你怎么能修成大罗仙人？薛丁山，你休得猖狂，本道今天就是来教训你的，让你也尝尝一点厉害。徒儿薛丁山拜见师父和众位师叔。起来吧，李道福，两个弟子相斗，先不说是非曲直，你作为前辈，又怎能厚颜介入？王敖，你话不要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我徒儿飞刀被何人的金刀鞘所收，你们不是已经介入了吗？我等若像你这样对待晚辈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你造孽的徒弟叔宝同能活到今天吗？废话少说，今天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将军，不知今天匆匆忙忙找我俩来，有何事啊？
今日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，我想与你们两人分享，不知你们愿不愿意？有立功的机会，我们当然求之不得了。对呀、啊，是何机会啊？说说。昨日我看了金光八卦阵，也不过如此。我想今夜趁其不备，前去偷袭此阵，如若成功，岂不是大功一件？不知两位意下如何？不妥吧？连武功盖世的元帅都不敢轻易攻打，我们怎么去？送死啊！且未奉将令，如有不测，我们如何是好啊？对呀，有我在此，怕什么将令？我就知道你们胆小，你们也不看看你们投军至今，寸功未见，有如此好的机会又贪生怕死，哎，能有什么出息啊？哎，我知道你们胆小，这次我做前锋，你们做后应，就这么定了。就这么定了？哎，说话呀！哎呀，薛丁山拜见天尊，恭迎天尊。众道友免礼，丁山起来吧。谢天尊。道友，你这是意欲何为？你们都看到了，他们欺人太甚，我忍无可忍。你何以如此对丁山徒儿？这就是你的不该了。薛丁山欲置我弟子于死地。说起你的弟子，我可要多说几句了。你弟子舒宝同六根未净，恶性未泯，就是他挑起战争，已造成无数黎民百姓无辜死亡。把如此罪大恶极之事归咎于我弟子一人，是否有欠公道？如果不是他企图推翻朝廷，妄动干戈，怎么会来这场杀戮？当然，要说这责任，不止他一个人。还是天尊公道，不知天尊另指何人？公道自在人心，何以由我说？我令旨之人，其中也有你。我与我何干？你当年在缥缈峰负气下山，特意收他为徒，如果不是，又何来今天这场浩劫？王敖，你究竟何意？我只是晚来一天，你就抓住不放了。本来这道会就是自愿参加的，别说迟来一天，我就是不来，你又当如何？我也回去带个徒弟，谁有本事？哼！起来吧，徒儿。师父，怎么了？你毕竟年纪不小了，这样练基本功太困难了。为师准备直接教你拳法、刀法，然后教你独门暗器，直接掌握杀人之本。我们道家从善无为，不就是想不动后天之念，遵循天意，顺应自然而为之？明知天意归唐，岂可纵容弟子逆天而行，置黎民百姓而不顾？不过事到如今，不提也罢，但是亡羊补牢，犹未为晚。道友，你我同为得道中人，万劫修身，上朝金阙，已入修真上乘境界，何苦来惹红尘？天尊所言不无道理，那现在到底要不要再斗下去，还得好好考虑才是。再说了，我们也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啊。输了不但有失颜面，要是引起天怒人怒，到时候就不好收场了。难道我弟子舒宝同就不管了吗？天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道长你还想如何？我们是冲着道长的面子前去助阵的，对舒宝同的行为我们可不敢恭维。若再帮他，其实是害他，也是害了道长自己啊。那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。哎呀，也只好如此了。自知如何了，道福道友。我等将归隐山林，再不惹红尘之事了。如此甚好。道友，明年又逢一轮论道盛会了。天尊何意？难道
我还能参加吗？为何不可以？我们是道友嘛，你们说呢？为何不能？我们是道友。多谢各位道友，多谢天尊醍醐灌顶。贫道告辞。恭送天尊。我先行一步了，各位道友，明年我们再会，告辞。师父，征西途中又与金光八卦阵如何破解？金光八卦阵虽然厉害，但它挡不住朝廷的大军西进，这是天意，你有何惧怕？此阵错综复杂，气势宏大，阵中一共有120万大军驻守，而我军只有60万，相差实在是太悬殊了，徒儿实在不知该如何破此阵法。金光八卦阵有8门，破之无需同时攻打8门，你要集中兵力分3路，东南中3门杀入，最后全力集中攻中门，只要中门一破，此阵即破。徒儿明白了。中门最为重要，你只要控制了此门，就等于切断了他们的锁链，他们就无法相互支援。大事无妨，你去吧。多谢师父教诲，徒儿薛丁山拜谢师父和各位师叔，徒儿先行告退了。去吧。我们要去老妹子那里饮酒，王敖你去吗？我能去吗？怎么不能去？我们是道友。请。请。怎么着？胆怯了？哎，你要是真害怕的话，不如你做后应，我们俩冲。就是啊，行不行啊？谁害怕？给我冲，把淑君杀个片甲不留。得嘞，走，杀。取他性命，或杀一个唐将有何不同？
即使是唐将，也有可杀与不可杀之分。只要是敌人，就是杀之有理。难道这就是你们西凉人的为人之道吗？哼，懒得理。难怪西凉人屡战屡败。哎，妹妹，我看刘家小将不像恶人，不但一表人才，而且英勇，杀之可惜了。姐姐有何打算？我等至今未遇到如意郎君，尚未婚配，难得遇此才郎，何不劝其归降，许以婚配如何呢？姐姐主意甚好，不妨一试。来人！公主有何吩咐？将唐军两将押进来。是，公主。带他们两个去见公主。是。进去，进去，进去。跪下，跪下。哼，你俩既为我所擒，为何不跪？我乃大唐将领，铮铮男儿，岂能向你下跪？我们两个既然被你所擒了，要杀要剐，何须多言？倒有一些骨气，只可惜你们就要成为刀下之鬼了。不知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我们随驾西征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死有何惜？我有句话，请两位带回传达给你们的父王。何话？如果在你们的国家有一个小部落的首领想推翻你们的父王，自己做国王，那你们的父王当如何处置？这种事情不用告诉我父王，我就可以告诉你，坚决灭之，不惜一切代价。那要是他们帮着打你们父王的部队，打你父王呢？那这个国家不太友好，太不正义了，令人不齿。那两位公主好好想一想，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是不太友好，太不正义，令人不齿的事情呢？西凉乃是我大唐之疆土，是大唐的一个地区，而西凉王却在叔宝同的蛊惑下兴兵造反，企图推翻朝廷，自己做皇帝。你们两位说说，你们本应帮谁？按说我们应该帮正义的，可是我父王怎么会这么糊涂？是啊，怎么派我们来帮这些人呢？两位公主，我们的话说完了，动手吧。动手？如何动手？要杀要剐，你们赶紧的。来人，带，给他们松绑。松绑？为何发愣？快点松绑。是。你们两个先下去吧，我和两位将军有事商谈。是。你们作何打算？我想率军回国。此举不妥，如果你们想回国的话，叔宝同不可能让你们全身而退的。我们再不会与大唐为敌了，可是打不可打，退又不可退，我们一辈女流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。不如与我们大唐联盟。对，如何？啊，联盟反戈攻打叔军？正是，只要两位公主答应联盟，你们提出的一切要求我们都可以答应。是啊，包括去死，在所不辞。嗯，实不相瞒，我等来西凉多日，听到不少叔军士兵竟盛赞朝廷大军之仁义，可见不是虚言。今日一见两位将军之人品，确实令人钦佩。可这联盟该怎么个联法呢？我等奉父王之命，是为著书伐唐而来，如今突然倒戈相向，只怕出师无名，难以向父王和世人交代。公主言之有理，只是不知道如何才算出师有名。除非我们两国联姻。联姻？此主意好是好，但是你我两国相隔千里，且男家女家尚不可知，一时间如何联姻呢？刘将军何必舍近求远呢？恕在下唐突，敢问两位公主是否婚配？尚未婚配。两位将军呢？我们也没婚配。真乃天赐良缘，
我两人愿与两位将军结终身之好，不知两位意下如何？这样我们两国联姻就名正言顺了，岛阁公叔也师出有名了。难道我俩与你们不般配？还是你们瞧不起我们一国之女？两位公主误会了，两位公主实乃是国色天香，对，又是金枝玉叶，我们俩能娶到像公主这样的人为妻，那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可不是，我们是求之不得的。对，只是为何？我军军纪严明，临阵招妻者是死罪。此条军纪我国也有，那是为了避免乱军祸国，但在此情此景下招妻，于军于国皆有大利，有何不可？记得刚才两位将军说过，只要我们答应与大唐联盟，我们提出任何要求你们都能答应，不是吗？甚至包括去死。难道你们想食言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何来食言？既然是这样，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，天与不娶，反受其咎。再说此举是为朝廷建功之事，到时候咱们再向元帅禀报也就是了。哎，你看啊，咱们两国既然已经联姻了，那咱们下一步的行动就必须谨慎。哎，对对对，而且在攻打之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两位公主小心，你们在他们前面一定不要露出什么破绽。哎，等我军攻打的时候啊，看准时机一举行事，给这个叔贼措手不及。好啊。明白。我估计交战之前叔宝同必找我们商议战事，我们会不露声色的。好，记住啊，一定要沉着沉着。嗯，你们放心好了。好。各位将领意下如何？不好了不好了，报告元帅，昨夜三更时分，薛银龙小将说服刘家的两位将军率领手下分前锋后应，杀入金光八卦阵中，在阵中小将军不幸被铁板刀人当场打死，刘家两位将军则被两员女将活捉回营，生死不明。我是薛将军的部下，侥幸逃脱，特向元帅报告。可怜的银龙，小小年纪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到现在连尸骨都找不回来，还连累了刘家兄弟。待破阵之后一定要找回孩儿的尸体，让其入土为安。萧将军既死不能复生，刘家兄弟生死未定，梨花有孕在身，不必伤怀，大敌当前，还需保重身体。你那两个徒弟虽然被擒了，但是并未丧命，无需担忧。众将士，明日我们将破金光八卦阵，我们来商议一下如何破阵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昨日的奇遇。哎，薛将军，在下是波东国大将军宝树，在下佩服将军少年英勇，锐不可当，但愿来世与将军决一死战。金光八卦阵共有八门，但无需同时进攻八个门，只需要我们集中兵力攻打东门、南门、中门，然后控制中门，由中门攻入生门，此阵必破。元帅，这金光八卦阵有八个门，为什么只攻三个门呢？各位还记得白虎关的七杀阵吗？
七杀阵由七个门组成，一门不破，此阵不破。而金光八卦阵与其不同，共有八个门，八门之间相互填补呼应，全阵如连环锁链，半个时辰之内收放自如。由于我们的兵力只相当于敌军的一半，所以用此法破阵，就可直达西凉王府了。元帅说得非常对，控制中门非常重要，所以在攻破南门和东门之后，主力应该迅速向中门集合，以防敌军互相支援。如果跟以前打阵一样，同时攻打八门呢？哼，其实舒宝通也是这么想的，他以为我们会同时攻打八门，所以他全力准备了120万大军，想要分割开来将我们各个击破。若我们同时进攻八门的话，那岂不是正中此计？原来是这样，幸亏元帅及早识破。好，那本帅开始点将，众将领听令。对。罗章、周一虎、秦汉听令。末将在。罗章为先锋，周一虎、秦汉为左右翼。明日三声炮响之后，命你们率兵攻入东门，攻破东门之后向中门靠拢，并防止北门之敌向中门支援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樊丽花、薛金莲、刁月娥听令。末将在。樊丽花为先锋，刁月娥、薛金莲为左右翼。明日三声炮响之后，命你们率兵攻入南门，攻破南门之后向中门靠拢，并防止西门之敌来支援中门，不得有误。得令。窦仙童、陈金定听令。末将在。命你两人与本帅一起，待明日三声炮响之后直接攻入中门，控制住中门，断其连环锁链，不让敌人前后相互支援，此阵必破无疑。得令。尉迟将军到。押粮官尉迟青山向元帅缴令。请起。到来。各路粮草已如期到达，前方将士再无后顾之忧。嗯，尉迟将军辛苦了，请回营中歇息吧。不，元帅，自从西征平叛以来，尉迟青山从未在前方上阵杀敌，这次正好遇上大破金光八卦阵，末将愿向元帅请战，望元帅获准。好，这样甚好，请坐。是。我正想着破金光八卦阵没有人支援，那好，尉迟青山，秦英听令。末将在。命你两人率5000人马作为游骑，阻截由北门过来的敌军，以防他们支援南门和中门的敌军，保证前方顺利破阵。得令。你是不是病了？没什么。可你刚才……元帅讲话呢？东南中门攻破之后，全军将领集中攻打生门，攻破生门之后就可以直达王府了。点将完毕，不知程老千岁和徐军师有何指教？老夫觉得应该万无一失了。我却有个疑问。军师请讲。从刚才薛元帅布军来看，似乎有些遗漏之处，比如你与仙童、金定将军直接杀入中门，同时还要左右兼顾，那就是说东门、南门很有可能需要你们去支援，若你们去支援却自身难脱，又将如何？或中门敌之兵力强大，你们无法支援左右，又当如何？徐军师真是明察秋毫，敌军一共有120万大军，在每个门把守的兵力不足20万，而我军一共有60万大军，只要集中兵力进攻三门，控制住中门，不让各门敌军增援，那么我军攻此三门的兵力已经足够了。还有樊将军的产期很快就要到了，还要上阵对敌，虽然樊将军精神可嘉，但是我总觉得有些欠妥，起码从人道上是说不过去的。徐军师言之有理，我们是一支仁义之师，尽管作战的将领不够，也不可让一个快要生产的女人上战场。多谢军师和程老千岁体恤，可是到我生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，并无大碍。樊将军，此战异常险恶，我们不但要考虑你的个人安危，而且还要想到万一你的身体出现了意外，很有可能会拖累整个战局。军师所虑极是，当初我也和梨花说过刘盈不上阵，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想好了万一出现意外情况的对应之策。军师大可放心，
万一出现意外，我们也想到了全身而退的办法，绝不可能影响整体的战局。再说了，刚才军师也说此战险恶，并且我方缺少战将，在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袖手旁观呢？樊将军素以大仁大义著称，乃我军将士之楷模。你没事吧？不过樊将军还需多加保护身体才是。丁山呢，你可要保护好梨花党安全呐。老千岁请放心。既然如此，对薛元帅之步兵已无异议。丁山，你就按你的方案去执行吧。还有一点，要与众将领言明，邻国与我大唐无根本利益冲突，也是受殊贼蛊惑而来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尽量分化瓦解他们，最好是化敌为友。元帅考虑得十分周全，哪怕我们能够争取到一个国家的将领保持中立，就相当于消灭了20万大军。是啊，这可是一个非常划算的做法呀。诸位不妨尽力去做。只要众将领并胆同心，我们杀出大唐将领的威风来，金光八卦阵何愁不破？并胆同心，杀出大唐战将之威风。青山，秦英，我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你有什么事就说吧。我有点不舒服，对你瞒不住了。不过你千万不能让我哥哥知道，更不能让元帅知道，他肯定不会让我上战场的。我说你知不知道带病上战场的后果是很严重的，很有可能还会丢掉性命，这些你想过没有？你放心，没什么大碍的。我还是跟你哥说吧。青山，我哥是军中主将，不能让他分心啊。你这是何苦啊你？青山，咱们军中将领本来就不多，元帅每日心急如焚，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退下？青山，我秦英在军中寸功未建，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躺下呢？我怎么能面对我死去的父亲？你就答应我吧，青山，我求你了，青山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先把药吃了，我去找医官拿药。好。临战之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故，虽然不能影响大局，但确实是对我方不利。本帅的先师与李若虚五位道长恰好去云游四方了，所以这次与唐军的一战不能来帮助本帅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呢？这是为何？一下子少了好几位高手，这金光八卦阵还守得住吗？诸位不要惊慌，为此大王又特意派了两位神勇的花叔赖、花伯赖两位兄弟，他们是神勇大将军，威勇无比，皆有万夫不挡之勇。情况如此，所以我们的战略部署要做一些调整。东门由宝树大将军和黑里达将军共同镇守，南门继续由段九成、方万春和呼尔弥三位将军共同镇守，西门由金桃和银杏两位公主共同镇守，而北门是由花叔赖和花伯赖两位兄弟共同坚守，而本帅与两位军师则坚守中门，以接应你们各个门之间的响应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东门和南门之间还有一个地门，这个地门是一个秘密的地道，这个地道口的存在唐军并不知道，所以只需有郝麒麟一人镇守即可。那还有死门和生门呢？不用把守吗？死门处处都是陷阱，所以无需派人把守，只要唐军来到此，
必然让他有去无回。生门最后一道是直接通往王府的门，这个门至关重要，到时由我与两位军师坚守。如果时局对我们很不利，你们各个部的将领一定要带着自己的兵退入生门。可是东门和南门离生门较远，你们只有走地道直达生门。不知道你们听明白了没有？元帅，各门之间相互支援，是不是都得从中门经过？不错，如果中门到时有敌军的阻挠，你们可以走地道向外围绕道而行。明白了？明白。小姐，盔甲来了。哦，小姐，你看你这肚子都这么大了，我可怎么给你穿啊？别废话了，赶紧穿吧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真的很担心你，肚子这么大，快生产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该怎么办啊？行了，别唠叨了，赶紧穿吧。小姐，小姐，你这怎么了啊？哎呀，小姐，肚子好痛啊！啊，那怎么办啊？你等一下，我去叫姑爷来。没事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小姐，万一到时候你生在战场上，那怎么办啊？小翠，你不知道，这一仗对我们关系重大。我军的人数只占敌军人数的一半，丁山为此焦急万分。你说我能不去吗？我能躺在这不管他吗？别说还没到产期，就算真的生在镇上，我也不管了。小翠，快穿衣服，要出发了。对镜梳